今天和弟弟挑战吃各种 QQ 弹弹的食物，必须一口吃完。我知道，吃不完就是你的了。先来个最简单的，哎呀，小青藤，一口绝对没问题。先给你们拉个屎。哎，我没吃呢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第一个表情包，发我看看。急切的吃出来了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嗓子都快粘到一起了。那接下来还是我吃呗。我建议你吃这个。我轮个吃，一粉一绿的小恐龙。那不得给我分享分享？不可能。那我喝口水吧。你说我吃这个还是吃这个？吃这个。幸亏我及时按了暂停键。你一口肯定吃不完，下来就给我了。这里面竟然有水蜜桃。这是不是一口了？哎，这口不算，还挺能赖皮。一口肯定吃不完吧？我应该用什么角度去吃它呢？接下来该我表演了。我这一口确实挺顶啊。该你啦。嘿嘿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吃这个。哼，大咪，我要吃这个。还挺有自己想法，确实厉害。哼哼，吃完了。哼，接下来还是我，那我就吃这个吧。就在翻车现场。兄弟，你这第几次了？真好看，可是你吃不到，绿绿绿。吃了两次果冻，你不腻吗？不腻啊，这两个重头戏哪个都不是擅长呀。啊？这么难吃，还是给你吧，我就不跟你抢了。嘿，还真是我的好弟弟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我的妈，我真是尽力了。唉，吃吧。挑战失败。